咱家的风水。希望三执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讲解我家的风水。我家的风水到底有多重要？我家的风水不是只有影响我家，我家的风水影响到社会。影响到国家，所以我家的风水的利与害，关系到整个社会息息相关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，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儿子，身上都刺的龙与凤，还有虎。整个身上衣服剥起来呢，就像不要穿衣服了。但是他这儿子呢，戆戆兴兴，魂不守舍。他爸爸带来呢，让我帮他修家、加持、收精。当我在跟他收精的时候呢，我说奇怪，感觉你家整个全部都暗掉了，龙云蔽日。他对啊，我家前面呢，人家盖了一栋20几楼的大楼。早上起来呢，见不到光。傍晚呢，整个家里的像火炉。非常艳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你家前面是不是盖着大楼？对，我前面呢，刚好人家盖的大楼都帷幕玻璃的。我坐西向东，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我家呢，整个太阳看不到，就很阴冷。到下午太阳西下的时候。那一些阳光呢，照射到玻璃，反射到房子来，里面呢好像在沙漠，所以整个全家人心魂不定。开始他的儿子呢，这位孩子呢，开始魂不守舍，东奔西跑。有一天回来呢，整个身上呢，龙凤呈祥。开始来，孩子就变成一个样子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到处求神问卜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你这个完全自家的风水受到这周围建筑物的影响，所以你家里绝对不平安，住在这个。家庭的人，尤其你是长男，这个房子很大的、很高的房子呢，在东方是长男，太阳进来了进不来，就是长男受伤。然后呢，傍晚太阳由西向东一照射，东方木。那个太阳太艳丽，整个的光线呢，回光返照到你的住家里面来，又是
金克木，全部都伤在长男。我们这位先生人对啊，我这孩子就长男。房子盖起来以后呢，不是我家而已，我隔壁几户孩子都是神魂颠倒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。那时候我请示老祖呢，龟谷先师王禅老祖，老祖开示呢，早上呢，啊，你住家里面你就要把灯开亮，客厅全部要开亮，啊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全部要开亮，你不要省这个灯费、电费。等到下午傍晚呢，你的屋子前面呢，你要做的遮阳棚，光一反射呢，遮阳棚你放下来，光反射在你进不来，你家里孩子就会安定下来。回去了，我们这位先生啊，很高兴，他这很简单，所以回去了，按照方式去做。过了1个多月，快2个月，孩子又来，和他爸爸换孩子再爸爸来，孩子还有整个脸相光明，整个心稳下来，会跟人家说话。所以他爸爸妈妈呢，非常高兴，连孩子又高兴，一个家庭全部烦恼渐渐减少。隔壁的他也告诉隔壁怎么做。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我们风水的法则就经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一个妙法，不是一般人我们所讲的用什么神来字化或画符来字化，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所以我家的风水，如果如法安定了，那么你会影响到周围身边朋友们。啊，若是你如法的话，我们社会国家，你会得到无限的欢喜，啊，得到安定。那么，请问各位，我家的风水和你家的风水是不是息息相关呢？尤其呢，我们每个人家的风水呢，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如意。像上一节跟各位讲了，啊，庭院的白虎方不要有花架，就现找。那么我们这一节要讲，庭院中央不要有大石头正中央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啊，因为要讲究庭园，所以它里边呢，还有个大石头在这边，有的石头是高高的。大事，第一，心脏病，好，第二呢，胃病，好，胃病，好，所以这种呢，甚至会有一掌声。庭院有大石头，珍珠塞口，口一塞住了，你任你什么仙丹妙药，绝对没有效。我到大甲看过一户人家，他很喜欢石头，他喜欢的石头丑瘦肉透，很丑了，弯弯曲曲的，很瘦瘦了。啊，能够都看过去了，在外人看起来很好看，事实上呢，在我们这个法门里面呢，看起来这个房子呢，根本啊家里会不平安。那个如果庭院石头丑瘦肉透的话，啊，你注意支气管病、心脏病、支气管病一定会发生的。我告诉各位信徒，
我说你这个最好拿掉，不然你心脏病没完没了。那我们这信徒先生啊，说啊，我最近吃药很严重哎，都没有效呢。我说你把石头拿掉，问题在这个石头嘛。那石头十几万买的嘞，我说请问你病死要紧，十几万要紧，没有智慧，拿掉了。你要找我就拿掉，不然呢，你不要找我。这先生，好了好了，老师，我听你的话了。哦，第二天就拿掉了。过了几个月又回来了，又到新闻室来。他说老师，我那个拿掉了嘞，现在怎么样？不会喘呢，啊，走路不会喘，而且呢，体力一直有起来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庭院，你喜欢石头，你可以排在这边。好，石头呢，你可以排在这边，门可以开中央。石头呢，你可以排着，但是我们出来，你碰到石头也是不平安，啊，不然你就排到后面去，后面排石头，不然的话，正从中央呢，你最好不要排，排了麻烦来了，灾难是你家的事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有智慧，我们喜欢一个很好的大地宝石啊，但是你要能够。知道它该放在什么地方，这个也就是我家风水的厉害，也是我家风水的重要性啊！叶金星，各位死亡三执事，各位朋友，啊，住家的环境跟一家的平安息息相关。好，我们在社会上的环境也是息息相关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他来到学佛寺，他家里很不平安，家里琐碎事情一大堆，而且呢，家里互相的争与斗，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有一天呢。啊，他来到玄武寺啊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家里有鬼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”他告诉我说：“他家里啊，很不平安。啊，夫妻之间的争吵，孩子的争吵，父子母女母子的争吵，说实在，隔壁人家呢，看了也会笑，无中生有。”所以造成一个家呢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问神也祭拜也祭，又改了，有化煞等等。然后我用我这占过卦，啊，这占过卦呢，啊，这个抽着签的，啊，这个占过卦，好，我再告诉拿来看他，是怎么样呢？好，拿来看。哇，你家的前面大毛病，朱穴动，啊，朱穴一动又来克本身，然后说你家里前面是不是很脏，乱七八糟？这位信徒说，对呀，我家前面是人家的废墟，而且呢。啊，周围环境很不干净，人家都拿一些垃圾堆在我前面，我住家的前面。好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我看得很不舒服。我说你可以请清洁公司或是政府的啊环保局，请他们帮忙来把它清除掉嘛。这位先生呢，他说我家里又没有钱，你去请政府来清不要钱呐、啊，你去，去拜托环保局他们来清除，啊，他就去拜托环保局，好，垃圾车呢来载掉，载了以后呢，第二天，
家里就安定下来。所以这位先生呢，他过去说东奔西跑，到处去问神，神没有问到人。凡是你来问事的，都是有事情，大家都把他怪在祖先在作怪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不要盲从，因为环境卫生呢，经过我们的眼睛，经过我们的鼻子，经过耳朵、舌头、身体的感觉，影响一个人的这个平安，影响人的心境啊。再来，我们家里的中央内庭院，我们要保持很干净。如果有一些破铜烂铁、废弃物一大堆的话，你家里也绝对不平安的。你放心，任你仙丹妙药啊，任你用什么方法啊，怎么样来修行，绝对没有效。啊，我们风水真经里面开示，啊，庭言少放晦气杂秽物。我们庭院它前面呢，我们大家看到的东西不好意思丢，啊，不用了，你把这台抬到前面庭院来了，结果你的家里乱糟糟。我们早期呀，建的房子，庭院呢都不是很大，那我们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呀，你就搬到庭院前面来晃。一晃啊，你经过眼睛的关系，传导到脑神经，心烦气躁，百事不顺。又有人呢，庭院前面上面又盖着桌椅棚，乱七八糟，又得了一大堆。你家会顺，我才是不相信。我实际看过很多很多人的房子住家的风水，庭院里面放的乱七八糟的秽物，放了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不用的废弃物，结果家里渐渐家道衰落。啊，家道衰落了以后呢，啊，你自然家里争吵，家里没有办法互相谅解，没得相让，整个家里乱了，家中心里大家呢，相见如敌呀，这个情形很多的很多人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最在十几年前早期呀，我在第四台播出的时候，在中心新村一带呢，那时候第四台都播晚上。哦，那在中心新村啊，里面晚上家家户户呢，几乎有80%以上在看这个节目。早上一出来呢，早上一起来呢，街道旁边呢，很多不用的废弃物，因为大家了解到废弃物挡在门口不好了，干脆搬到外面来，能够清洁车搬掉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我家的风水，你家的风水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门学问，也不是很困难的学问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风水的重要，风水就是环境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庭院少放乱石。啊，庭院呢，少放乱石或沙石。我们常常家里在修造，里面要修造呢，庭院你搬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放到前面来，而且乱石啦、石头等等啊，这段时间家里就很不平安。家里不平安呢，当然，我们百事就不顺，一定的道理。
曾经我们一位先生，他很喜欢捡一些石头，出去看到好的石头呢，他捡回来，他就放在庭院里面，放在庭院呢，啊，渐渐积，渐渐多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发觉肚子怪怪了，呀，又没有什么事。但是他去检查没有病，整个肚子好像什么东西压住，胀气胀得很厉害。他到西红柿来，要我帮他加持。我看一看呢，我说先生啊，你加的前面应该是很脏很乱，他没有啦。我家的前庭院，我喜欢石头，我捡了很多石头排在我家的庭院里面，我只是这样而已呀，难道有关系吗？有哦，风水学的法则嘛，你前面乱石，你就印在你的肚子，然后反映在你的口，人的心理身体不好，心烦气躁，当然呢，你百事不顺嘛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们。好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确实是很重要，大家要小心，庭院不要放了石头，乱石。如果石头你从庭院做好了就无妨。若是不是做庭院，放了不安定的石头，影响全家的平安。再次，庭院的少放木头下物，木头屑。木头屑，这点更重要。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先生，他家里很不平安，开刀开刀，血光血光，吃药等等，百吃不顺。有一天他就来问我，我还是用卜卦的方式告诉他说：“你家的庭院啊，坏的木头乱七八糟。”有了，好，因为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早期有电动玩具，好了，电动玩具呢，挥发电动玩具，那警察取缔了，然后木箱我就把它捡回来，放在我的庭院，一直把它破开来当木材烧，我手里划不来了啦。你家里的药，家里的不平安，全家五煞煞，是。还比这个还严重呢！这位信徒先生啊，问了怎么办？不要在家里庭院嘛，你周围去租过土地，你可以做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保持家里的平安。这位先生呢，他也不怎么相信，哪有这问题？后来告诉我，他家要开个公庙，我说公庙是公庙，环境是环境，两回事，你把它清除了，你家里会平安。如果你不知道清除了，你家里不平安，到时候你划不来。后来他去搬掉了，安静下来了。所以我家的风水在我的庭院之中，各位要小心。